之五。也许，这个方块好酷哦，就是它是慢慢变成这种十字形的，然后就是会慢慢扩展。走错路了。十五，怎么感觉十五就是非常难的一关啊？好像是一飞冲天，对不对？有。哇！哦！我是一个神奇的小雪球。不够，我需要的反作用力需要非常大。吃大辣出发。 OK Easy 15关15 16。这是哪里？会不会受伤啊？不行，这个需要点智慧啊啊！智慧背叛我了，智慧。哎呦，是这样子来的啊啊啊！智慧啊，智慧啊，纸智慧。嚯，再逆向回来转一圈，然后再巴拉巴拉巴拉，为什么我明明过得很好？我哪里哪里？有了，没事，失败了。刚刚有成功，我认为，再次，还是伸出来了，OK， 我吃到好难控制哦，其实，我不要掉下去太深入了啦，太深入了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要用个U字形的回来嘞？没有插到边边。OK。其实我不该犹豫的，就是说我不能在空中暂停。Alleluia！不行。我一直以为这是用滑鼠操作的，其实并没有。黑色点点 ，sorry， 马铃薯在吵。进去。其实我没有什么改变。不要，小可爱。有了。这边千万不可以犹豫。不要。OK， 我刚思考了一下，我觉得应该要慢慢的写。不好控制，这真的不好控制。Alright，Why？这边其实真的很困难，我可以的 ，Right？ 这边千万不能跳！掉下去啦！这边上去就会直接这样。这样更快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？其实有这么简单的方法何必这么辛苦？真是的。
就往下就好了啊，对不对？真是考验智力耶。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，是我想的太多了。啪啦，对不对？结果在这里花了不少时间。十七，哎呦，这是一个。哦啊啊啊！这是需要那种左右那种操控方法。不简单哦，这游戏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。它是一个需要速度与精神的游戏，叫做速精神。啊啊啊啊啊！好，那我就从啊，等一下，我怎么从头开始？啊啊啊！不够，他需要那个反浮力那个能力。啊啊啊 ！Lucky 啊！好，直接啊，飞向云州，浩瀚无垠。啊，这需要点操控技巧。十八，哦，这看起来就像是那个马里奥游戏，没有？你看，很简单的。啊啊耶！好，再来怎么过那一个嘞？呜，往下。啊啊，十八关好简单哦。十八。那种黑色在这里，是魔王关的意思吗？十九，等等再过去看看啊 ！JJ， 好，再来，奇怪，点点怎么都没有看到？啊啊，太快了！我看到这下面啊，我怎么这下来了？是这颗豆豆为生啊！糟糕，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游戏。啊！糟糕，差一点哦，没事，我还活着啊。先从这边开始好了。嘿，像在游泳一样。嘿，这是一个可爱的画风游戏。吓到，感觉像在玩恐怖游戏。嘿，喂，游泳。嘿，哇，为什么 ？Why？ 嘿，这个再近一点再跳。不会受伤了。OK， 哎，传送门，哎，意外来到传送门，但是需要三个。可是我上不去，我上不去，不行。他还是要一层一层慢慢来。如果下来的话就可能上不去了。OK， 慢慢来。这个看起来像飞船，大家有注意到？哦，差点。OK， 走。哎，小心点，不要碰到那些尖尖的小东西，就不会有事了。哎，等等。啊啊啊！不行。而且我在滚的时候，我的眼睛有跟着滚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我是
另外一个时空里面尽情穿梭。我是谁？我是啊哇啊！一根长长的这样下去，感觉像是魔种。每天早上必做的事情，大号，不开心，差太多了。教我，我们要去拿黑色点点。呵，哦，差点差点。其实，如果你进入反向的话，我们需要比较特别的那个。比较特别的那种操控力，因为它当它进入这个所谓的逆反向模式的时候，就可能会受伤之类的。啊，不可能够不到啊！最后面的关卡真的会浪费不少时间。嘿，嘿 ，All right， 我打第一个。OK。我在想，这游戏后面到会不会到最后面会不会有更难的 ？OK， 啊。是很简单的。哦，有了。我还蛮好奇，刚刚有一个绿黑色那个大球是什么关卡？会不会是魔王关啊？喂。哦。啊！还是碰到了。这一关我们去那边看看吧，蛮好奇的，会不会是让球球变更大的、更大的关卡？应该没有这么好看吧？可以，而且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跳过就好？哦哦，好想这边要开着再跳。哈啦，其实真的没有，真的是想的太多了。但其实可以直接这样跳，不用往下滑。All right， 我们进到这里好了。啊啊啊啊！哦，不用跳的就可以了。好像够得到哦。角度不好调整，不行，再过来一点，不行，有了，啊！我刚刚是怎么过的？是这样子吗？OK， 二十关。那进来这里吧。哇，那个黑黑的是什么？他一直跟着我，他是恶魔还是我老爸？哦，糟糕！啊啊啊！那个黑的跟我好像哦，但是他好像是烟雾。
我得到更大球球吗？哦，解除锁定。那我现在要来到15、20、21在这边吗？哎，怎么过不去？哎呦，变色了，21在这里。哦 ，Go！ 哎，变化了，变得更不一样。啊，好长哦！哎，那这边要怎么过关啊？哎，哎呀！上面跳下来，试试看。有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它是一种楼梯的原理。只要像这样循环荡得越高，就可以飞得越高。再来，太酷了！哦，像我变黑色的，这就是往上冲。再来，嘿，快够大了。飞冲天，哦，好亮哦！这个亮亮的感觉很好看哎。2122，哇！而且音乐变了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它有很多种特色，我喜欢特色。啊！哇！哒哒哒哒哒，我 lucky 啊！哇，感觉我越来越喜欢这游戏了、欸。是需要一款，它是需要智力的。Use your 脑袋 ，Let's play。嘿，嘿，嘿，有碰到了。哎呦哎呦！吼 ，OK， 我们今天就实况这游戏《太阳与月亮》到今天这22关吧。那么下一关到底会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呢？就让我们轻松的等待它出现吧。OK， 就是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